这老玉米怎么和我们平常见的不一样呀？不如我们烤着吃吧。 好啊，嗯，真甜，小鸭你尝尝，嗯，甜的，连上的都是甜的，我尝，嗯，很甜的。 小鸭看你馋的，连衣服都弄脏了。<笑>没事，我还有一件。咦，这还剩一个玉米怎么办？不然我们转玉米，玉米冲着谁就拿走。 哎，吃饭了啊！哦，哎，秀儿，这小鸭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啊，这样你跟我娘先吃着，我出去找找。对，快点！妈，我回来啦！妈，小鸭呢？我这就去找它。 哎呦，你说你干嘛去了？半天不回家。哎，我这有好吃的，你们闭上眼睛。嗯，啥好吃的？行了，别闹了，快洗手吃饭。快点闭上眼睛，要不然我就不给你们尝。好，好，好，爷爷先闭。啊，来，给爷爷先尝。不行，都得闭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嗯。 睁开眼睛，嗯，不睁不睁，别睁眼睛。好了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嗯，说它不是玉米吧？哎，它是玉米味儿，可是说它是玉米，怎么这么甜呢？啊，小燕儿，你快拿出来，让我们看看吃的是什么呀？看，就是这个。啊。 甜的老玉米，真够神的。小燕儿，我跟妈说实话，你那玉米真是从车上掉下来的？真的，就在放学的路上，快到村口呢。小燕儿，嗯，妈妈出去一趟。 你好好做作业啊！那你早点回来。小燕儿乖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！好，行。我告诉你啊，李东海，你就给我乖乖的在城里多挣点钱，比什么都强，听见没？田梅，田梅，哎哎哎，行了，挂了啊，我姐来。你说说这没出息的啊，倔骡子一个。 成天就想着回草里吃料，哪成啊？你说你们俩怎么天天吵啊？我，哦对了，姐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哎呦，大事儿啊！小燕他们今天在路边捡了几个老玉米，跟咱们种的那种老棒子不一样。你猜怎么着啊？特甜！你说这怎么回事儿啊？特甜啊！哟，瞧您说的，那一个老玉米它能甜到哪儿去呀？得得得啊！你一天呀，净让人家瞎蒙。 你什么意思呀？那一个老玉米它能那么甜？不是抹的糖，就抹的糖精，还抹了糖。谁有这个闲工夫啊？我问过小燕了，这玉米啊是从车上掉下来的。我跟我公婆三个人都尝了，真甜。您呀，就一天别瞎琢磨了啊！你要真琢磨，就琢磨琢磨你自个儿，你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 挺好的。
我说，要是那个老玉母前不是我说你呢？你瞧瞧你穿的这身衣裳啊！得了啊，别说我衣服，这件衣服还是我们结婚时候你姐夫买给我的，穿着是个念想。哎，你说咱要是能把这老玉米给……要要要！你这有完没完呀你？说了半天，你这还没忘呢。哎，我不就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吗？对不起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车上拉的是不是那种甜的老玉米啊？师傅，那您拉的到底是不是玉米啊？哎，杨总，接着。喂，啊，你找杨总啊？他在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大哥。嘉禾公司来的电话。哎，啊，我是，分量不对。哈哈，我知道，是那个昨天我这员工没把这车刹好，对，有一些掉地上了。好。哎，你慢点儿，别崴了脚。大胖，都刹紧了吧？都紧了。走。姐，哎，甜梅，哟，你这都中午了，你这还不回去做饭去啊？正往回赶呢，完再聊啊。哎，对，甜梅，要是有那个拉那种甜玉米的车打着过，你一定记着为人家留个电话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行，你赶紧回去。大事儿，一定记住啊！别忘了啊，还大事儿呢！哎呦，我这姐真没辙。何老板，怎么样？这个项目就定了吧？啊，您在这儿投资高尔夫，肯定赚。就是别把我这高尔夫球场给我弄到山上啊！这项目征地的事儿，可不容易。征地的事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可以让村民用地来入股。对了，有肖助理在，这事儿准没问题。今儿个呀，我请您二位吃这儿的特色：烟村驴肉、方中鸡、钢炉烧饼、饸饹面。说，你在外头瞎转悠什么？慢点，娘。娘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别一个人出来进去的。有什么事儿您叫我。我，谁知道你这一上午跑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别气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啊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您哪儿疼？我给您揉揉啊。谁疼谁知道，反正你不疼。你听，鹅都饿成什么样子了，快去喂去。我喂鹅，您歇会儿啊。爹，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又采草药了。哎，得空啊，把这药给你娘熬熟啊。哎，您歇会儿吧啊。哎。哎，对了，秀儿啊，这个小燕不是想要两只小羊羔吗？哪天顺路，你给他瞧瞧啊。好嘞，爹，
您先进屋歇会儿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咱一会儿就吃啊。哎。来来。哟，吃饭呀！快快快，快请。来来来。哎。来，坐这儿。来来来，嘿，这小家伙真机灵。大哥，你们吃点啥？先来点凉茶吧。行，晶晶啊，来点凉茶。你们都有什么吃的？咱这啊，凉菜、热菜、米饭、面条都有。那就来三碗面条。行，好嘞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您那车上拉的什么呀？我那车上拉的可是宝啊。宝？啊。宝还能用卡车拉呀？哎呦，大哥，你可真逗！别听他逗你，就是甜玉米，可甜玉米那不就是宝吗？对了，甜玉米就是宝。还真是甜玉米。哟，那还真有人等呢。有人等谁呀？我姐。哎。哎。还真有人等。来，爹。哎，娘。秀啊，这一大早晨你就跑出去干什么了？去等那拉老玉米的车去了。哎，白白等了一上午，愣是没等着。等什么？就那个拉甜的老玉米的车。那可不好等。哎，要不我上村里别人打听打听。嗯。咱儿媳妇的本事啊，是越来越大了。娘，我哪有啥本事呀？哎，田秀，给爹拿酒去。哦。我要吃饸饹面。老板娘，你这面看着还真挺地道的啊。大哥，你别看咱是饭馆小，那饸饹面呀，可是地地道道的。现在你上哪儿都吃不着了，老板娘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叫田梅啊？你怎么知道呀？门口那牌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大哥，您不愧是走南闯北的。你叫田梅，那你姐叫什么呀？我姐呀，叫田秀，秀美山川的秀。哦。我来，我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请，欢迎下次光临啊！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好好好，来，慢走啊，肖助理，吃好了，下次过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慢点啊。吃好了，大哥。吃好了，金玲。嗯。要不给人家留点甜玉米，人家等了一上午。行啊。哟，那太谢谢了，大哥，你要留呀，就给我们多留点，我好让大伙儿都尝尝。好好好，我上车给你取。好好好，爸爸，走了。真甜。晶晶，快快快，赶紧的，跟我上集市上去。一个啊，来来，你也要一个啊！甜玉米啊，快来买，新品种就是甜！来来来，大爷，你也要一个吗？好嘞，来这个啊，来来来。哎，好婶，那不是甜梅吗？是啊，他怎么又上这儿卖上玉米了？嗯，真能折腾，真能折腾！不行，我还得买点肉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吧。你今天看见拉玉米的车没？嗨，别提了，过去了几辆，可是我一辆也没拦着。瞧你。那这样吧，给咱弟打个电话啊。哎，我这电话前几天不知怎么弄的，还给坏了。咋这么巧呢？小水湾到了，下车了，到家了，到了，哎，到家了。东海，
都到家了，怎么腿还软了？我谁？呀呀呀呀呀呀！那不行，哎呀不行，我这腿真抽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老毛病了我这。行行行行，你们别等我了啊，那回去吧去。啊，走了走了。东海走进窗呀，是不敢见媳妇呀。不敢见媳妇儿，不敢见媳妇儿。媳妇，哎哎哎哎哎！媳妇，媳妇，媳妇，哎，你太狠了，你让我进去，哎，哎呦，我求你，你开开门啊！谁稀罕你那点钱呀？不稀罕是吧？这跟你说的啊，你别后悔。我可带钱走了啊！哎，我带钱走了。哎，我带钱走了。哎，进来。哎，稀罕谁知道呢？自己拿来。你的妈！哎，哎，哎，哎。完了，这真生气了。哎，给你，我这能拿钱能去哪儿？都你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去去去，快去洗手去，脏死了。等着我啊，等着我，等着我。李东海，别给我装啊！快点的。啥呀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啊！我能瞒你吗？你这干啥呢你？拿呢嘛。瞧你这劲儿，你恶心不是？恶心。哟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多少钱？嗯。才3000啊！什么3000啊？啊，合着你老爷们就那么窝囊，那么久挣着3000块钱，那多少啊？听好了啊，30000，30000！哎，你看好啊，哎，进去，快点啊，进去，快！没呀，没错。爹，娘，我去农业局找我弟了，饭也做好了，顺便我去看看杨高。就是。哎呀，别嚷嚷了，又出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？我说你这成天的叨唠叨叨唠叨，你就不烦？我这秀找他弟弟去了。重重重，哪那么好重啊？哎呀，我看呐，早晚得闹出事儿来。什么话呀！你这真是。八师弟，嗯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个贺老板可是大老板呐，这个高尔夫球场要是建成了，咱这儿的村民不用下地，光收红利，过不了3年，家家住上小洋楼。建哪儿？建在丰龙山上。你看你说的，咱这个地不是现成的吗？占用耕地啊！真有这。现在不是允许土地流转吗？合法的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关于这个土地流转，有政策规定。不能改变用途。那个贺老板吧，他要愿意投资这个高科技农业，那咱们欢迎。干这不成，肯定不成。哥哥，你大胆地往前走，
往前走，莫回呀头，多挣钱那个多挣钱，哎，齐了！哎呀呀呀！来来来来，老公，你快坐下啊！瞧你这脏的，来，来，干一个！哎，来来。东海儿，你知道今儿这叫什么酒吗？啊，什么酒啊？壮行酒。嗨，壮行？给你壮行你不知道啊？顺便呀，再给你壮壮阳。你别给我拉着脸啊，雷东海儿，我告诉你，吃饱了喝足，给我买票回城。不是你又撞行又撞羊的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吃了。嗨，来劲儿了是不是，李东海？我看你今儿是进去了，我吃罚酒。呀呀呀呀！哟，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超超，有事儿，急事儿。坐坐坐。哎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好嘞好嘞。慢点喝。哎呀，超超，姐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老玉米，甜的，就跟咱们种那种老玉米不太一样。是甜玉米。啊，就叫甜玉米啊！我就是要种这种玉米。你要种甜玉米啊？啊！你来的太好了。你看姐，现在县里啊正在推广这种甜玉米，而且每种一亩就给120元钱的补助。120呢？啊！哎，对姐。你是听谁说的甜玉米这个事儿啊？哎呀，就那天小丫放学捡了几个回来，我这才知道。我想啊，得赶紧种，别过了季。那种子咋办？又是怎么个种法？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啊肯定能帮你干起来。那感情好。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然后我约他到二姐那儿去，咱们见面聊。叔，这羊卖不卖？卖啊！公的母的？这是母的，这是母的。不结实啊！你别说，又是我，又是。多少钱？85一个。85太贵了。不贵不贵。便宜点吧，两个我都要，80。80，给你给你吧。多悬呢，快起起来去！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去。哎呀，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活动活动，赶紧。上车吧，赶紧。我把这羊给他弄了。哎，没事，您先休息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先上车吧。对，不用不用，坐车，真不用，真不用。先上车。真不用了，哎。上车，来上车吧。怎么样，没摔坏吧？没事儿。哦，摔得不轻啊。现在这羊羔什么价啊？80一只。哎，前边，响水湾那儿，把我放下就行，就那儿。好。啊。哎呀，你担心点，别把孩子又坏了。你看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没事吧？是我没事吧？再悠一下，这样。娘，套您说话啊。哎呦，黄一哥，哎呦，你来了，快坐，来来来，给你倒点茶啊。
哎，王领导，你还别说啊，拿那甜玉米还真是挺好吃的。是吧？往后呀，你可得给我多弄点啊，一次来他个三五百斤的。怎么着，你还想搞垄断呀？广义，哎呦喂，你怎么来了？等会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家这我媳妇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呀？岂止认识，老同学了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合着那个田超说的那专家就是你啊？什么专家不专家的？哎，对了，田梅，哎，我上次给你那些甜玉米，你转给你姐了吧？啊，给了给了，广义哥你放心吧。今天我又带过来一些，待会儿你给他煮了，让大家伙都尝尝。好好好，不是你给他解玉米干嘛呀？什么时候给他？啊？哎，广义哥，你别听他瞎叨叨。今儿啊，我给你上一道好菜，甜式红烧肉。好。小燕儿，喂羊呢。哎呦，秀儿，今儿你这俩羊羔买的可是真不错呀。爹。啊。我还有事儿，得再出去一趟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哎呦，我拔个火罐到手了。哎，秀，我俩，哎，妈妈，我也要跟你去。来，跟妈妈去看看舅舅和小姨去啊。嗯，来。哎呀，干嘛呢？不是你刚才打什么岔呢？广义是不是给你姐甜玉米了？你给扣了？哟，瞧你说的，那什么扣不扣的？那我们还不都是一家人呀？哎，东儿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甜玉米啊，一倒手就能赚钱。真的？是。那杨广义不是你同学吗？咱呀，往后让杨广义给咱们家多供点儿。那个，我一会儿跟他商量商量啊，我去招呼了啊。哎。那个，大家先吃，先吃，先吃啊！妈，我想出去玩一会儿。行，去吧。哟，大姐你来了，就等你一个人了。坐坐坐坐坐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们认识啊？刚才我差点把你大姐给撞了。哎，怪我，怪我。大姐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种甜玉米的专家杨广义。那你可得好好指导指导。坐吧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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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玉米来喽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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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种甜玉米啊，县里每亩地补贴120块钱，正在推广啊。这补助还不少呢啊，还这事儿不错。我恨不能明天就种。戴秀，三颗不能脑袋发热呀啊，改种哪那么容易呀？既然县里边支持，人家这又趟出了路子，哎，这事儿成啊。嗯，这么着吧，我简单的给大家伙算一笔账，这个普通的玉米呢是按斤卖。这个甜玉米呢是按穗买，一穗甜玉米的价格要比普通的玉米高出5-6倍来，而且现在在大城市里头啊，这个甜玉米都已经打进超市了。种子呢？种子从哪来？种子我来提供啊。提供什么呀？提供。范书记，我给您的那份报告你也看了，人家贺老板要在咱这儿搞这个高尔夫球场，资金都准备好了，就差租地了。您现在又要搞什么？这高尔夫球场，这谁的主意啊？肖助理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农用耕地不得占用，占用就违法。我看你们呀，就是跟不上形势。这什么高尔夫啊？这是哪儿跟哪儿都不沾边吗？这个想入非非。哎，听说你搞了个什么甜玉米合作社呀？你给我们说说。是啊，广义做的那是真不错呀。要说这个合作社啊，我还真有点体会呢。
李东海，你说我姐她抽风了，你也跟着瞎闹。我这正要搞独家经营呢，这一买一卖，那钱立马就能到手。好，那到时候全村的人都种上甜玉米了，咱还挣什么钱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那甜玉米啊，真不错。你看啊，那要不好的话，县里能推广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了，那县里要推广，我能拦得住吗？反正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着瞎掺和，还能不明白吗？万书记，这个高尔夫球场建不建，也不能一个人说算吧？今儿个公事公办，我提议开村民大会，实行民主嘛。我不跟你争，你也甭给我来这个，反正这报告我不能批。你把这耕地给了贺老板，你让失地的村民喝西北风去。那贺老板不行，那杨广义就行，人家技术啊，种子全在手心里攥着。你别忘了，无利不起早，有的利就不能要。田秀，给你送种子来了。田秀，不好意思，杨大哥。田秀，种子给你送过来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啊，还有一台播种机呢。啊，这播种机是免费使用的。哎，快快快，进屋喝水吧。哎呦，送种子来了！啥来呀？哎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贵姓啊？我免贵，我姓杨，叫杨广义，是南沙滩的。哎呦，太好！来来来，坐坐。没事没事啊，坐坐坐，杨大哥，喝点水啊，来吃完。田秀，你就别忙了，我们也坐不住，等一会儿还要到县城给人家送甜玉米呢。这么着急啊？改天再说吧。啊，那行吧，我送送你们。杨大哥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看你这么着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卯足了劲儿干，干好呗。田秀，村里头要是还有人想种，种子都包我身上了。啊，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慢点啊，再见。再见。肖助理哟，老马，这股份书到了，等一下啊。哎，肖助理，哎，哎呀，这可是一件难得的好事。嗯，好吧，这租的地的事儿，你看这个事儿啊，您放心，我尽量去办。他不是要租500亩吗？嗯。找20几家也就够了，啊，那可就全靠你了。嗯嗯嗯，肖助理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一步啊，好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5%的干股，看来贺老板还真给面子哟！来，吃完吃肉啊！哎，好嘞，真乖。您赶紧吃吧。杨大哥，扯娃一直跟我们来回跑着，早晚得累病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暂时的吗？还暂时呢，那眼看车娃就该上学了，连个家都没有。自打你离了婚以后，带着车娃风里来雨里去还少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的事儿今年一定得解决。我不想玩汽车。怎么着？你还要给我包办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看啊，田秀姐就挺合适的。来。我听田超说啊，他这个大姐挺不容易的。怎么不容易？他们爹娘走得早，他和田梅
打小就田秀姐带着，好不容易都长大了，负担也轻了，可没想到小丫他爹3年前突然去世了。哎，这不田秀姐带的小丫就一直照顾着公公婆婆。她负担这么重，还要带着全村人搞甜玉米，她行吗？哎，这不有你杨大哥呢吗？哎，我说你俩还真挺合适的。你还真想给我做媒人？哎呀，这媒人我可当不了。我看呀，你这媒人是甜玉米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可是跟你说真的呢啊！你回去好好想想。爸爸，我想睡觉。哦，儿子，困了。嗯，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爸爸带你回家。走。大姑娘美，哪儿个大姑娘郎？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。铁梅。哎呦，肖助理。这个杨广义啊，真把种子给你姐送回来了。这要是种了甜玉米，咱这高尔夫球的项目就全黄了。就你说我这姐真没法说，死爹哭妈宁丧种。不行，我得找他去，他这不是诚心捣乱吗？他这个哎，等等，不要给他来硬的，要劝他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嘛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这还用你教我呀？姐。哎，甜梅，洗衣服呢？啊，没事，来坐。哎，怎么着？还真要种啊？那不种咋的？你看看这种子，多苦亮！还把你稀罕的，不就一破种子吗？姐，今儿我来呢，是想跟你商量俩，咱俩合伙一起干。哦，对对对，来。这个呀，是你的，拿着。啥意思啊？你说啊，这也是你应该得的。还我应得的？那我咋不知道呢？甜梅，有啥话直说啊。我说姐啊，咱俩呀把这地承包给高尔夫，咱俩合起伙来倒甜玉米。姐，这算下来咱俩挣的可是双份钱。哎，前段日子呀，我还小试了一把呢。你还别说，这周围十里八村的还真没有。这东西啊，就讲究个物以稀为贵。我到那集市上一卖，嘿，还真火了。我还是种吧。哎呦，我说姐。你说你这脑子啊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？啊，这明明一倒手咱就能赚钱，你不干，你非得种它干嘛呀？那人家那杨广义啊，能把种子给你送来，怎么着就不能给你送现货呢？要我说啊，只要你张这嘴准行。人家只答应帮咱们种，又没说帮咱们倒，让我开得了口吗？我哎呦，我说姐呀，你不懂。还有啊，那高尔夫球场那也好，你想啊，哪来的可都是有钱人，平常你上哪儿见那些人呀？这球场一开呀，这钱就自动的来了。说完了啊。你说的那个高尔夫，管他啥高尔夫低尔夫的，我问你，咱农民要是连地都没了，今后靠什么生活？啊，这不是坑人吗？这感情我这说了半天，也一样也不干，是不是啊？得，当我没说。奶奶。
奶的奶奶，老玉米棒子嚼的牙也掉了，头也白。儿子的儿子，女儿的女儿，如今甜玉米种的是月亮啊，眼也开。老五要翻新啊，大路靠咱踩，幸福生活是咱双手种出来，种出来。生活是咱双手种出来，种出来。种呀嘛种出来。哎，三叔，哎，干嘛呢？哎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呀？说肖助理啊，引来个大老板，只要把地租给他，就可以啊，绑不动，伸不摇，年底呀、就等分红利了。我也听说了。要建个什么高尔夫球场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不租。哎，你呢？租个屁呀！那甜玉米你们还种不种啊？种啊！我那20亩地全种。呵，看你牛的，这田秀要种地，这肖助理要租地，我呀，还得再琢磨琢磨。你小子比盘龙湖的泥鳅还滑。去你！哎，走啊，走吧。春花嫂，春花嫂，嘿，田秀，哎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你正好就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看杨广义这人不错啊，你要能跟了他呀，那你俩多好的事儿啊！哎呦，别胡说八道了，哎，找你有正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要是能像杨大哥他们那样搞个专业合作社啥的，你觉得咋样？那好事儿啊。不过啊，为了种田玉米这个事儿，咱们得给村里提出来，来他个一事一议，一事一议。议得成吗？种田玉米是好事儿，怎么议不成啊？行，那我回去写申请了啊。写。哎哎哎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说的事你自己想着点啊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田秀啊。哎，田秀他们要求一事一议，你看看。马书记，你也看看这个。还要建高尔夫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闹这么多人签名，你这闹什么一事一议啊？占用耕地这事儿肯定不成。我说万书记，既然村民有提议，您还是议一下的好啊。再说这通过不通过的，反正咱们领导也没阻止。您要是不议呀，容易伤人。哎，万书记。您再想想啊，啊，胡来！那个，咱们又聚到一块儿，议议，搞不搞甜玉米合作社？那就让大伙儿尝尝什么叫甜玉米。来来来来，拿上来拿上来，啊，咱们一边吃啊，一边看一看这章程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尝的这甜玉米啊，就是他给咱们引进来的，这可是个能人啊，他叫杨广义。来来来来，杨广义，来来来上，你给大伙说说。我呢，也不是什么能人。就是想和大家伙把这个甜玉米啊种好了，每年呢能增加点收入。今天正好带了一些过来给大家伙尝尝，也算是个见面礼吧。哎，几年没见你打扮了，今儿怎么打扮那么漂亮？尝你的甜玉米吧。那怎么入社呀？这个合作社啊，是股份制，可以出钱也可以出地，是按照股份制进行经营和管理。有他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组织机构，啊。那好啊，咱们就选田秀当社长，怎么样？啊！同意。这个甜玉米合作社成立以后啊，咱们实行的是定产定销，签合同保收购，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
咱们农民的利益一定会得到保障的，这一点我负责。你负责？你咋负责呀？那要是旱了涝了，被虫子咬了，你也能负责啊？田梅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万书记，我要说两句。哎哎，我说乡亲们啊，这田玉米能一世一亿，那高尔夫怎么就不能一世一亿了？田梅嫂子，知道高尔夫长啥样吗？高尔夫啊，我知道，就跟田梅长得差不多啊。傻帽，走，去，走，你亲啥呢？同意田秀当响水湾田玉米合作社社长的，举手。同意。哎呀，好，通过啊！好，田秀，来，前面来。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，反正就是尽心尽力的干好呗。哎，甩嘴儿，上给他来一段。哎哎，说玉米来倒玉米，田秀找来田玉米，不会种来不要急，请来专家杨广义。杨广义有情义，帮咱致富还送见面礼，你尝尝，我尝尝，嘿，甜到乡亲们的心坎里。吃完，咱们回家了啊！来，我还想跟小鸭姐姐玩一会儿呢。要不让孩子留在这儿吧，过两天你们再来接。哎呀，别呀，太麻烦了。吃完，咱们还是回家啊，听话，来。行了，拜拜。这个头开得不错，以后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边学边干呗，我有信心干好。他从来不知道关心自己，这些事儿啊，总得我给他想着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咱们多沟通，啊。你可一准多帮忙。哎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哎。哎，广义哥，等一下啊。杨大哥，哎，你们帮我这么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这个送给你，路上喝水方便。太客气了吧。哎呦，快拿着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哎，好，来。真漂亮，谢谢田秀姐了。哎，别客气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不让上会，看来你们这个万书记是从中作梗。田玉米合作社都挂牌了，你们就不能把全村都给我签下来？哪儿那么好办啊？就是签一半也行啊。贺总，这你得给经费。这时候你要不动这个，那哪儿给力呀？行，签一亩给2000，不行再加500。老马，过两天到我这拿钱去，我就不信拿不下这小小的响水湾。你还撅什么嘴呢？人家那肖助理啊，给咱介绍的那家，让咱们先拿田玉米，卖完以后再结账，上哪找去呀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你还不高兴？哟，找死呀！你骑这么快？您是李大爷吧？啊。啊，我们是来您家买田玉米的。什么？来您家买田玉米。田玉米有啊，有，这就是田玉米。大爷，这是老玉米，这哪是田玉米啊？这焦焦都田了吗？都跟你说过了吧，就没听说过这片谁种过田玉米，你还不信，瞎跑了吧？行了，走吧。肖助理。怎么样啊？那啥啊，我车给你放着了啊。你说的那几个地儿哪有啊？全是老玉米，连田玉毛都没见着。不对啊，我先走一。哎，等等。老麻神通广大，路子宽。怎么样，老麻？这件事儿，你肯定有办法。咱先不说这个，我说田梅呀，啊，贺老板可发话了。
高尔夫的事儿，你签一户，那就是2000，还可以多加，啊，这条件够优惠的了吧？你田玉米这事儿啊，这那倒不是个什么事儿。我先走。哎呦，马秃子，马秃子，这事儿在你眼里啊是芝麻大点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那可是大西瓜。田玉米这事儿啊，你可真得好好帮帮我啊！这我告诉你，南沙滩的那儿的田玉米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知道啊。那都是我给弄进来的。哎呦，这下可找到根儿了。回家不知道远呢，回家。到时候好好谢你啊，麻秃子。哎，到远的呢，走吧。干啥呢你？他们是两口子，啊？你说？哎呀，人家是不是两口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。哎呀，妈妈，车娃什么时候来？来什么来？好心催呀。他从来不知道关心自己，这些事儿啊，总得我给他想着。他们是两口子。田秀，田秀，喊你半天听不见，想人了吧？瞎说，要么哪天给你俩约一下，这花前月下的，咱也浪漫他一把。你没看见人家身边有人了吗？哎，看，露馅了吧你？我跟你说，田秀，你别看那俩人天天在一起，我敢保证，绝对不是两口子。不是两口子，至少也是男女朋友。女朋友怎么了？你还是他女朋友呢？不许啊！该上就得上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人家帮了咱那么大的忙，谢都来不及。我怎么能干这缺德事儿呢？这叫公平竞争，懂吗你？真不开窍。走了。田秀，种子送过来了，赶紧派人搬去吧。哎，快，种子来了，搬种子了。走走走，种子来了，搬种子去了。种子来了，搬种子去了。杨大哥，咋这么快就送来了？哎呀，不快哪行啊？田玉米一茬接一茬的种，我这种子供不上，那哪行啊？金莲怎么没来啊？他今天有别的事儿，没过来。杨大哥，你喝，我喝过了，你先喝吧。谢谢啊。哎，我说杨广义，你一个人放单飞，那人家能放心吗？有啥不放心的？这响水湾又不是景阳岗。哎，对了，田秀，我跟你说，这过两天咱们得去趟嘉禾公司，这嘉禾公司可是咱们省最大的田玉米加工企业，人家光自己的种植基地就3万多亩。这么大，那可不是吗？咱们必须抓紧把这个种收合同和他们签了。只要这合同一签，咱这心里头啊就有底了。嗯，杨大哥，我可是全听你的了。嗯。哎，瞧咱家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？一个大老爷们儿的，成天泡在个小餐馆里，叫什么事儿？不是，谁愿意呀？那还不都是你？我什么呀我？打你回来那天，我就告你，赶紧回城挣钱去。这都说了几百遍了，就是死赖在家里不走，
回，我明儿就回，行了吧？你心里舒坦了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李东海，我现在就给你买票去，到时候你别告我你不走。哎，田梅，你敢，你们。新四军就在沙家堡，这棵大树有。票买回来了啊，明天你就给我回城去啊。我说田梅，咋的了？你别逼人太甚啊。李东海，谁逼你了？别不知好歹啊！我这呀可是为你好，为咱们这个家好。哎呀，为咱家好，你能不能睁眼看看呢？那全村都种甜玉米呢，就你特殊啊！这跟啥也不懂，啥老娘们似的。好你个李东海，你还敢骂我你？我跟你说清楚吧，我要入社。哎呀！你拿啥入啊？你拿我入啊，李东海？拿钱入呗，我拿什么入啊？你敢？你给我拿钱？还敢？我跟你说清楚了啊，我拿2万。啥？你给我钱在哪儿了？没了。李东海，我交了，我交了。你交什么？李东海，我看你是活腻了你啊！给我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李东海入社的2万块钱，我就没要那个钱。他是来了，我跟好，你们俩合起伙来跟我对着干是吧？田梅，你先别生气了，进屋咱们再说啊。你别拽我啊，田秀，我让你跟我一起倒甜玉米，你不干，你非得种，闹得我们两口子打架啊，还让全村的人看咱姐俩的笑话。你有意思吗你？你不给我是吧？行，那咱走着瞧。哎，田梅，李东海啊！小子，谁啊？我，东海，真让田梅嫂子把你给轰出来了？什么叫轰出来了？我那叫主动撤离。那什么，今天晚上你回去吧啊，我来这。什么？我回去，回去，赶快的。那快！这个一夜一星期啊，破膜放苗，在拔节期一定要追施碎肥啊。二姐，你快起来，大家伙还得听课呢。起来！你不把那2万块钱给我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谁也别想听。有啥事谁去说去？在这儿。我什么钱？我真没拿那钱。你们两口子事能不能回去闹去？告诉你，我不管，不把那钱给我，他们谁也别想听。起来，田梅，你听见没有？田梅，不起来是不是？再不起来，我让别人把你架起来。哎，大姐，二姐，你还不起来？你看把大姐都气成什么样了！田秀，这是不像话！乡亲们，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吧，大家伙都散了吧，啊！这是我的那个名片，哎，那这是卡号，那个。只要你的钱一到位，不超过3日，我这个肯定把这个甜玉米我给你发到位。行了，马兔，有你这句话啊，明儿啊我就把这钱给你打过去，你放心吧。田秀。杨大哥，
你咋来了？我听说前两天你晕倒了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没事，哪那么娇气？要不要抽个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我陪你去。啊，今天咱们得去趟嘉禾公司，得去把合同签了，这样才能保收购啊。你跟金玲去就行了，我去也是多余。怎么会多余呢？人家必须要求合作社的负责人去，还得签合同呢。你不去哪行啊？田秋姐，上车吧。走吧。来，坐前边。我不知道你坐前面，你快下来呀！坐后边一样。这，哎呦！上车吧，快走吧。这人也太犟了。天秀姐怎么有点反常呀？非得坐后边。嗯，谁知道她怎么想的？鸳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杨大哥，你看。这杯子是一对儿，绣的还是鸳鸯。啊哈，完了完了，田秋姐肯定误会咱们俩了。这事儿闹的。要想解开这个误会，我想，今儿个你得听我安排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个你就先甭管了。邱主任，邱主任，哎，你好，马爷，介绍一下，这是田秀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邱主任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坐坐坐。刘秘书，倒水。好，谢谢。田秀，张二，我是给你盖好了，你看看。我们和合作社的合同都是按照当前市场价签订的。徐主任，我们合作社今年大概能产10万穗儿。量可不小，你们是不是都能收购啊？10万穗儿，一点都没问题。我们公司一年出口量就在上万穗儿。哎呀，你们要是能保证收购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这下放心了吧？嗯。对，一定啊，得给咱姐一个惊喜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怎么样，合同签了吗？你快看，上面都盖章了。哎呀，这下可有保障了。太好了，那咱们上车吧。走，田秋姐，你坐前边。来来来，姐，现金。干嘛呀？站好，来，狗一大哥。来，别吧。哎，准备好了，1、2、3，开。哇。姐，今天。本来是我和金玲相识3周年的纪念日。你们俩是一对儿啊？对啊。我还以为你跟广田秀姐，你都给整拧了吧？这对鸳鸯杯啊，也应该是你和杨大哥的。这个我就留下，这个送给你吧。大姐，你们这是谁送谁呀？李东海，你给我下来！李东海，李东海，你给我出来！
李东海，有本事你就在上面住一辈子，别下来。小那么小二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慢点，看他教。放下，放下。阿姨看看，是有点胖了。昨天就只穿了个小背心，能不着凉吗？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去送批货，真的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跟我客气啥呀？你们放心吧，我爹就是采草药的，过几天保管好啊。哦，对了，这顺路给大爷买了点东西。哎呀，花这钱干嘛呀？哎呀，拿来你就收下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赶紧走了。行，路上开车一定小心点啊。好，行走。行，慢点啊。小心点开车吧。哎，好。听说老韩家呀又多了个小的，哎，过两天等我们还给多个大的呢。这下老韩家热闹了，谁让他说？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哟，秀儿回来了。走吧，别理他们，走。哎呀，不烫了，来喝一口，可好喝了啊！喝一口，姐姐给你果冻吃。好棒，好棒呀！真好，拿着。哎呀，我们这娃真乖。娘，这是广义给您找的偏方，专治您这老寒腿，试试吧。哎呀，这偏方那偏方的，就没有治好过我的偏方。哎，娘，广义说啊，他这专门跑到南子沟中医世家给您讨来的药，听说治好好多人呢。老婆子。这是孩子们的一片孝心，也许对你管用，尝尝。慢点，娘。哟，天顺，干嘛去呀？这是？这不是掰穗去了吗？掰穗儿？他们让掰的。哎呦，天顺，他们让你掰你就掰呀。你这都掰了，你还收什么呀？这不诚心让你减产吗？天顺，依我说呀，那姓杨的就没安什么好心。百岁儿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站住！怎么了？这是杨广义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非得让我们掰掉一个穗儿，这不是诚心让我们减产吗？看你是帮着我们，你黄龙给几百年你没好心，就是没好心。你们干什么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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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你们这是有事说事，把这路障给拆了，谁也没权利设路障。你们大家听我说，这甜玉米和咱们原来种那种老玉米它就不一样，弱穗呢就得掰掉，就得要一株一穗，这样才能真正的保住产量，也才能够保证收购的标准。你们大家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地里边看看，看看我们的是不是都掰了。这个老哥呀，你是不是没听讲座呀？是。这掰掉的玉米穗，我们不是把它都扔了，它呀是做玉米笋罐头的主要原料，也是我们收入的一部分，大家伙可都得收好了。行了，这就都明白了吧？行了行了，拆了吧，拆了拆了，走，拆了，散一散散一散。田梅，你给我站住！田梅，你给我站住！东海，广义。你给我说句真心话，啊，你觉着我跟田梅还能过下去吗？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他怎么能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呢？田梅不就是想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？这有错吗？
我跟你说，光爷，我悟出一道理，不是一类人就不进一间房。真的，最近这些天我看你，啊，你就不对，你看出点意思来没有？看出啥意思来了？啥意思？还装？还啥意思？我大姨子呗，还啥？你说田秀啊？那还有谁啊？我看你看他那眼神都不对。哎，别装，别装啊！不是你是不是已经把那生米都给我做成糊饭了啊？你快说快说，你们亲热没有啊？亲热没有？你小子就没正经的喝酒。我说句实话，我觉着你俩挺合适的，真的。俗话说那个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是不是？我补两句，娶妻娶妻温柔第一。我不管他第几的，反正我这辈子能碰上田秀，算是我的福分了。我说着了吧？啊，上来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吧？有关金融危机的发展，特别是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影响，我们将持续给予报道。好，下面请继续收看国内财经报道。戚主任的电话打通了吗？嘉禾公司业务部的电话也总是打不进去。我这正着急下地呢。哎，田美嫂子，怎么起这么早啊？还在这傻美呢，这都金融危机了，不知道啊？我看你们那甜玉米啊，迟早也得泡汤。眼下那大公司都出口转内销了。内销什么内销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什么合同不合同，那一张烂纸片子能靠得住吗？你们呀，还是赶紧想办法自销吧。自销？自销？怎么个自销？这可麻烦了，咱问问。问问，走吧。这要自销，让咱们可怎么办呀？快点，二十万！大家伙别着急，我这就带田秀到嘉禾公司去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保证的。保证什么？怎么保证？你们相不相信我？怎么相信你？相信你？先走。干嘛去？哎，干嘛去？干嘛去？站住！站住！不许走！大家伙放心好了，给大家造成的损失，嘉禾公司不承担，我个人来承担，好吧？小雨，你给我介绍那都什么人呢？你现在立马给那麻头子打一电话，你听听。
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报纸。感情那贺老板非法集资搞高尔夫球场，目的是圈地。反正我那2万块钱要是没了，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去呀？我这也太玄乎了吧！这人上了贺老板的当，那我不成了全村的罪人了吗？得得得，你赶紧给我找那麻秃子去吧。哟，这麻秃子不会和贺老板一块进局子了吧？那我那钱，哎呦呦！反正啊，我不管，你快想办法。近来，日本、韩国、俄罗斯的客户都大幅的压缩了甜玉米的订单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涉及到那么多的农户，我们得有应对的办法呀。请进。赵县长、林总，这位是南沙滩甜玉米合作社的负责人杨广义，这位是香水湾甜玉米合作社的负责人田秀。请坐。赵县长，我们跟财务也碰过了，公司和合作社的合同一定有兑现，按照基础价格全部照单收购，数量不减，价格不降，付款时间不变。林总，这能行吗？咱们收购是收购了，可是这出不了口啊，最后这还得砸在咱们手里。嘉禾公司到底收不收？收不收？对呀，让我们自销可不行。对呀，让我们自销，我们上哪自销？咱们也是客主啊。合同必须执行，我们只有一个原则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合作社和农民受损失。您说的对，首先是照单收购，同时能不能鼓励合作社自销呢？比方说，自销的价格要高于我们的基础价格，我们就按高的价格付款。好，我看这个主意好。如果合作社卖不出去，按基础价嘉禾公司全都包了，人家卖得高，嘉禾公司就按高的价格跟合作社结算付款，嘉禾也不吃亏。虽然是按高的付了，可是这也减轻了你们的销售压力啊。我们一块来听听合作社代表的意见。要是这样，我们就跟公司拧成一股绳儿，种得好，也要卖得好。大哥，在那儿呢，咱老哥的，听不见了，听不见了啊！哎，你说，哎呀，好消息啊！是，也有政府支持了，乡亲们放心了。怎么说呀？哎，我给带到，让乡亲们放心。嘿，小杨。你妈回来了，大爷，事儿办得怎么样啊？啊，您俩就放心吧，政府啊支持咱们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来进屋吧。啊，走，好，哎。坐吧，广义坐啊。爹啊。这个是广义给您二老买的东西。哎，这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哎呀，都已经买了，您就收着吧。是，你看，就让广义破费，没花多少钱。哦，娘。哎，进来吧。大妈。哎，我和田秀一直忙，也没顾得上照顾您。哎，来，坐过来，让大妈好好看看你。大妈，这些都是我孝敬您的。以后您要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我说。我现在就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那您说。惹你生气，天美啊！
先别哭了啊，事儿已经出了，咱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。这个死马兔子，让我逮着他，非活扒了他的皮。来，先喝口水。广义哥，你可得帮帮我啊，广义哥。这个该死的麻秃子，非得找着他们。问题是你到哪儿找人家去啊？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。我有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他不是不接电话吗？那你就给他发个信息，就说要给他加价，还要追加订货，看看能不能把他调出来。哎呦，老马，呦，让我拔来的贵客呀！来，老马，你说哪儿去了？你不还想多要吗？可不是嘛。你只要今天你把钱给我，我明天我准给你发货，啊！我不给你发货，你上哪儿发货去？你是？别动！我就是给你发信息的杨广义。你高价要，你低价出。你们两个合起伙来了，搞我，我这，我打死你妈兔子！打死你妈兔子！哎呀，行了，停了。庄稼长多好啊，再过几天就该收了。怎么样，小肖，有啥想法没有啊？哎，田兄，哎，我这正要找你们呢。是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到镇上去了，镇上马上要大面积的推广甜玉米种植。嘿，咱们这响水湾算是先走了一步。啊，这得谢谢你们俩。国家帮咱们脱贫致富，那咱自个儿也得努力往前奔，不是？田秀，我也想入社，不知道晚不晚？那晚什么呀？还有下一茬呢。刚去镇里开会才知道，这个种植甜糯玉米的发展空间呢，还很大呢。行，我们先回村了啊。好，哎，咱们得加快干了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哎，广义，哎，可以。吃菜，大妈，您那天说有件事儿要跟我说，您现在说吧。你插哪嘴？哎呀，你别拦我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给我们秀当个好丈夫，给孩子当个好父亲。还有，给我们老两口当个好儿子。那，我都答应你。我从小父母都走得早，一直想有个家。今天总算是有个家了，爹。娘。来，咱爷俩干一杯。娘。秀，
哎，高兴高兴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来吃吧，来，哎，吃吃，啊，哎，好。爹，娘，我和广义分头去外地联系销售甜玉米了。这趟要跑不少地方，争取多卖一些，早一点回来。我们不在家的这些天，您二老一定要保重身体，啊。女二，田秀。二嫂，你看看啊，你这两万干嘛呀？4万，4万。你看这是谁？李东海，4万。你不是没让东海入局吗？是呀、啊。哎，他怎么蹦出来了？李东海，那分红怎么还有你4万呢？我也小金库呗。好，你还长本事了你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还真走啊你啊！是，我跟你说，这钱啊，广义给垫上的，啊，就这事儿只有广义跟咱姐知道。啊？真的呀，东海。嗯，还能假了呀？钱都让你给搜走了，那没人给垫，那分红怎么就蹦出个李东海了呀？哎呦呀，你说说，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？其实吧，这段日子里啊，我这心里啊也挺不落忍的。东海，这样吧，我帮你收拾收拾，咱回家。来，来。嗯。广义，哎，前面看到，快！呀，广义哥！东海。哎，广义。哎，广义。这些车都是拉玉米来了，是啊。哎呀，你厉害呀你！广义哥，辛苦了，快快喝点水。我跟你说啊，分红下来了，村里人呐，人人都满意。田梅还能满意了？广义哥，你再别臊我了。哎，你姐呢？她回来没有？哦，哎呀，5天前啊，打过一个电话，再就失去联系了。嗯。那上车回村。哎。万书记，哎呀，广义哥，哎，田秀回来了，我姐，田秀。香水湾。